我是个练武之人，遇到不公义的事情，我一定要站出来。 这就是我们学武术的初心。我们是不是应该用中国武术去改变外国人对我们华人的偏见？城灯相遇，等了爱恨在堆积。 谁在谁的回廊？江湖迎风雨，我朝恩怨走过去，你却不在结局里。断垣残壁枯尽，永传如影随心。风声萧萧尽。 Thank you.